今天来到现场最后一位的压轴，觉得感觉怎么样？你可以理理我吗？今天一出来就已经一直看着雨薇，对不对？来，感觉如何？很紧张，后来最后一句了，这边真的是从纽约壁咚到台湾，真的壁咚。好，来打开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吗？来，我们也面对大家一下。相信所有的女生最想要听到就是这句话。今天雨薇对着我们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可爱呢？”换你对我壁咚，要不要？来，我们试试看。要还是雨薇这边好了，我们互相壁咚一次。你对我壁咚，来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雨薇这边好了，嗯。来，你就只要趴在墙上就好，你什么都不用动，这就是壁咚的意义。你为什么这么可爱？嗯，为什么这么可爱？停留，这个画面要停留。来，我们让媒体大哥来捕捉一下，在今日居。